如果说你们喜欢左手边那一侧，给我一点尖叫声。好，如果说你们喜欢右手边的这台车，给我一点尖叫声。这个投票结果很难取决胜负啊！来，我们重新来一遍。如果你支持左手边，给我一个尖叫声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右手边的车的声音，给我一点尖叫声。那还是我们左手边的胜了一筹啊！麻烦您移步我们的停车区。赢者会继续留着，继续留下，继续挑战下一个挑战者。